四之二喽，四之二再来应该就最后，四之三应该就是最后一关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洗技能一下。应该还好，这个无名指追魂链，追不追魂？有什么可以替代水游的？你说哪一关啊？这那么多关，这个是啥？转珠时间缩短两秒。那我觉得，啊，其实转珠时间缩短，我觉得对这队来说不太怕。哎，这颗是怎样？哎，这个没准到，大哥。OK， 什么？同时消除光暗，不能消水火木。同时消水火木，不能消光暗。哇操！真的是，哼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。先把不能消水火木的干掉好了，这个不能消水火木的，这个先锁定这个。魔法剑，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打死？我刚刚有转到水火木吗？我看一下。我没有手消到水火木。这是五鼠盾，然后五鼠都不能消除。五鼠都不能消，是要我怎样叠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操你的！
哇操，这个我看不是 bug 吧，我看他们公司就是这么 GY 啊，对不对？这公司就是这么 GY 啊，直至召唤师受到三次攻击，这算小手三次。哎，请问这个是要怎么打？要先给他打是不是？我要先给他打是不是？有一次副手会令敌人攻击减少50。哦，就是要先打到他没血量啊，先打到他没血，他越打他的攻击力会越低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越打他攻击力会越低，所以我们就先打，打到他攻击力越低的时候给他打三次，再过就好了。这边只要这样子就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他血量越来越多了，这边直接开。打到他没攻击力没问题，打到他打我的时候没有骷髅头，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他干掉了。哎，已经没有骷髅头啦、啊。那我们这边两万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就补个血。嗯，没有新珠。哎，他攻击力变更低了啦，攻击力变更低了，给他敲。好啊，这样就可以带走了。直接开个，要开什么？直接来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血应该是没有变多了，应该还好。这关我觉得可以捡精华，我觉得刚刚那个什么都不能消的太靠北了，真的太靠北了，我真的他妈的第一次看到这么靠北的盾。什么都不能消是要人家玩什么转租游戏啊？突击一次，随机势力补给风化。啊，这边就取个时间啊，好不好？慢慢转，慢慢转。好，好，最后一关。好，直接带走。不要开错，好，好，这个关卡的重点就是那个什么都不能消的那个盾啊，就那个盾。帮我想个标题吧。